咁咧，因為佢係十歲以下組別嘅決賽 PVP U10隊別致 B 隊，現在開始。 頭先球證咧係要展示咧藍色衫嘅球員啊 ，T T 啲球員咧，佢要係喺開波點咧2米嘅距離㗎，因為啊，咁啊足球咧所有嘅界球啊罰球咧，咁啊對方嘅球員咧都要離嗰個定點球嘅位置2米嘅。5米。咁啊。走。 Yeah.
區佛傑志 B 喺個界外球嘅處理，因為個波仲喐緊咧，咁如果喺喐緊嘅情況離開咧，咁亦都會係被吹罰啊，判翻個界外球咧係俾對方嘅。所以當有界外球時候，就要擺定個波，咁球證覺得你係靜止嘅情況咧，先可以去踢出個啊界外球嘅。
場20分鐘不停的賽事咧，即係對佢哋嚟講個體能嗰個要求係更加難喎，比起頭先類似公開組。係啊，所以你見到雙方教練咧都有不斷咁樣去作出換人㗎，包括暫時 TTT U 十嘅頭先入波嘅10號球員 Matthew 咧，亦都出咗去休息㗎，而家。比賽剩翻大概係6分鐘鬆啲嘅時間左右啦，咁啊唔知雙方嘅嗱，我見到教練有睇手錶嚇，咁可能即係會唔會真係用埋嗰1分鐘嘅暫停時間咧？係、哎、啊，你又好心水清啦，雙方咧都仲未用。哦You have to pass forward to go closer to it.
慢慢都係自己慢慢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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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五人賽的男女子混合10歲以下的冠軍的